今天原本是约2:30，对，那我已经热好身了，大家都看到我现在已经热气充沛，所以已经准备要去好好切磋，但是迟迟还等不到，不知道他是睡过头还是怎么了。一打他很容易躲，可是他只是这样，很难躲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很多练拳击的有基本功，可是现役的台湾职业格斗选手。今年26岁，因为其实我知道唐志云他自己本身有在练泰拳，那刚好就是有受就受邀说就是跟唐志云去切磋，那其实我很开心，我希望就是透过切磋交流，然后去感受唐志云对泰拳的热爱。我们今天原本是约2:30，对，那我已经热好身了，大家都看到我现在已经。热气充沛，所以已经准备要去好好切磋了，但是迟迟还等不到，不知道他是睡过头还是怎么了。哇，我觉得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压力解放吧，对吧？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原本希望说就是在切磋的过程中，能够希望让他找回一些他自己原本的自信啊，或者他的一些快乐，让他舒压一下情绪，对吧？多做什么，就是希望说。就尽他希望他尽快能够赶快好起来，然后就是步上正轨，然后赶快重拾信心也好，